在行动党大会上，党员也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。直接当选的12名成员包括秘书长李显龙、第一助理秘书长张志贤和第二助理秘书长尚达曼。其他获得高票当选的还包括许文远、雅国博士、林瑞生、尚木根、陈振声、傅海燕、严金勇、哈利马和王瑞杰。得票排名第13和第14的陈川仁和韦文医生则以增补的方式进入中委会。